喵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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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本座身朝寒东南，大地弥漫着山雾来红温柔的湿气。天路灯也在高山下，也采取什么行动呢？海上军急意在行，祈求上天援援救援。七中明王一声令下，火焰两大高手应声而动，武松李忠的海上军心寒心急。随心有所。银尊能想公平，也令其妻多救了。这两名王的真是凶残干脏，用不好去消耗这个心腹当兄之间的敌人，自己则需要被休息残局。海上军的实力，其实你苏宁强了。九零六桥再添干火，一路奔向魂斗山路。用红魔乱刀在龙出外攻杀，以及七中明王虎视眈眈，海上军步步惊心不敢待。为先开始应战，现在绝地惊人毫无机会，是不朽的不该假想模样。我求。雄昆你就领一盆王对决之将，关帝顾作何，我要金马之球替死魂斗山。哦，有何不可能？啊哈哈哈哈，提出你金家的实力，这是你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改变行为了。现在失去不利，人命尽如如意，海上军必心急是非急，就不敢恰逢转身之地。海上军一度对上七中明王，情绪激，魂魄流行，无奈为兄进党，功力无法完全焕发。反观七中明王，威力远远提升。啊，如如救命！红海国兵应雷魂。啊！啊！两道披风在空中相遇，瞬间合二为一。魂斗山上下齐鸣，日月失色。同时间，两人凭空消失了。两道披风已经再次相遇，瞬间一声一响，三平地里鬼哭神怒，幸福一片怒。哦哦
联盟，兵联盟，海雄军已经失落。多西魂多生依旧天涯，我虽要敢以魔业为敌。一张两金虎胆，真是极好的手。哼，一模一碎的，最终也是死灰命。真正死了吗？不可表示魔一的实力，你可以自己上山观系。哦，不死了。刘龙，你反六七分，海雄军已经被魔影所杀。想必告你，心比刘龙要努力回天的时候，今天我不杀你，但希望你爱看清就是。不管你是不是宋魂军的化身，我无法改变魔影强拔魔灵的定局。继续以我为敌，烧毁我捣毁祖坟之心。海雄军的弟子希望你引以救强，唔通不想也修炼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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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海雄君，虽然你的龙是在目之上，但终究是英雄气短呐，你也是要死在怒天的面前。哦，人死你也想要开始？怒天三痛，你未免太残忍。现出一只面目，哈！我来的，行。为天之灵，共济人心，时时作法，天地寒庇啊！多谢。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了。